这是张本智和与张本美和的互动场面。原来张本智和这么嫌弃自己的妹妹，当然这也只是调侃。网友也表示，看这脸上的嫌弃，亲哥无疑了。本次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，张本智和作为球队领军人物出战，结果未能实现冠军梦想，甚至亚军都没拿到。最后一场比赛击败了德国，获得铜牌。当然，妹妹的表现是很出色的。本次比赛，张本美和可是日本队最大亮点。至于张本智和，单打表现出色，但男双的发挥一言难尽。除了对妹妹，对搭档互上损斧，张本智和似乎也有点嫌弃。这今年明年肯定不会跟他们，我觉得他可能不会配的。